掉，念医学型的大考分数被破表，成了1.35，还是没过高。我的高中生活就是每天提早练模考。饶舌唱出要考上台大医学系有多不容易，歌词不乏 diss 成分。饶舌歌手神经元参加嘻哈选秀节目，惊艳全场，但因为提到分数乘以1.35这句，让原住民听了很不是滋味。动漫手术。台下神经元的演出，原名饶舌歌手向黑发文说，拿原住民当笑梗实在很没必要。有想过为什么原住民能乘1.35？不是太敏感，只是不想让族外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被开玩笑。神经元这首是前年发的单曲，向黑也说，毕竟上的是大节目，不只是台湾人看。而更匪夷所思的是，明明已经跟对方提醒过了，为何坚持要唱？脸书粉专每天来点布农族语啊，发文表示知道神经元不能代表台大医学系的所有人，但很遗憾族群友善意识再次被丢到垃圾桶。置身优势阶层的既得利益者，把惹毛全世界当成自己的标签。是神经元 AKA Punchline 制造机。正反两派网友议论，有网友认为歌词确实有歧视意味，也有人表示歌手 diss 的是乘1.35的不公平制度，又不是原住民。这族群特别让原住民乘1.35，难道就不算歧视？电视台则表示，嘻哈歌手的个人创作，他们予以尊重并接纳多元意见。TVBS 新闻上面正好平台报道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